感受到他们非常质朴，然后非常传统的这种民俗民风。我觉得这种感觉应该要提倡，而且要保留，而且要发扬光大。我也希望通过我的画笔，能够把咱们侗族的这个侗族大歌跟侗族的这种人文风情呈现出来。想不到在黔东南的这个小广侗寨村寨呢，现在保持得很原生态，也很美。我到这个村子里面，感觉到一股民风很淳朴，很质朴，很好。小广侗寨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好！顺风顺水，耶、yeah! ！